杰颖，还记得刚交往的前期，你跟我说过，你从小就是跟屁虫，会跟着妈妈去买菜，会跟着姐姐去图书馆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你是否会跟，是否也会愿意跟着我一辈子呢？未来的日子，也许会像交往过程顺顺利利，又或许会遇到风风雨雨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愿意陪你一起面对，我也有信心能够一起度过。凯欣，能够认识你，甚至跟你共度余生，是我最幸福的事。你的善良正直让我想要用一生来守护，因为有你让我每天下班都期待回家，因为有你我可以变成更好的人。谢谢你相信我是可以走到最后的 the only one， 未来不论遇到顺境逆境，我都会在你身边全力支持你。爸爸，请喝茶。Hi, 谢谢。好，老公，请喝茶。谢谢老婆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谢谢。碧阔天高，比翼双飞。谢谢凯妹，真的有准备。老婆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相亲相爱，情比海深。好，谢谢老公。杰颖爱上你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讲话会紧张结巴。好，第三题，杰颖最喜欢摸你哪一个部位呢？C， 肚子，可是他以后摸不到了。对，我因为我已经瘦下来了，对，我已经瘦下来了。杰毅吉祥，一心来了，快乐！这边人都在现场，对，我觉得是 B， 你确定是 B 吗 ？B， 我下一个被处罚我就选 B 先。不是，我先起来就是答案，就答案了，答案 B， 确定吗？可以，你们就是一心人团，八、九、十一。12 13 14 15，只有老实说这两个是对的。这一题啊，打开打下来我也不知道哪一题。丽玉对不起了。美差，我刚刚对他们拍哈。然后我说比较难。老婆绝对不会有错，如果我发现老婆有错，一定是我的错。以后我会帮忙做家事，帮忙洗便当盒、煎牛排，还有其他料理给老婆吃。我不会大男人主义，老婆的建议我都会听进去，让老婆天天都开心。老婆，我爱你。Where have all the good men gone? The ones that held in their arms. 我第一次牵起你的手，就像心情就像现在一样，就是小鹿乱撞。
但是还好那时候的我有鼓起勇气牵起你的手，才没有让我错过这份幸福。所以我现在想要跟四年前一样鼓起勇气，为我们未来许下一个承诺。我希望可以照顾你下半辈子，然后当你内心的依靠，即使哪天我们都老了，在你旁边牵起你的手的那个人永远都会是我。杰英，我爱你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这个要修理保养的话带到原厂来啊，然后这个最重要的就是、祝福你们年年日日平安圆满顺利幸福健康快乐。妈妈就祝你们百年好合，和和气气，早生贵子、好，谢妈。前一阵子在家里整理小时候的照片的时候，看到我坐在你的肩膀上，很多小时候的回忆都想起来了。对，我想说谢爸，谢谢你参与我这30年的人生。我从小到大都不是很优秀，成绩也是平平。小学的时候还很喜欢恶作剧，妈的打骂从来都没有少。可是我们始终都可以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。谢谢妈。所以谢谢爸跟妈将照顾杰英的责任交付给我，我以后我会让杰英幸福快乐健康，让我们的婚姻平安顺利圆满。我会记得你们的叮嘱。Looking for someone to tell me what it means to love without taking, hold with gentle ease, to stay where you can't see what's really beneath. If I ruled the world, if I ruled the world.If I ruled the world, if I ruled the world.